进去街区3巷47号，然后是一楼的砖造建筑物。那至于真正起火原因，我们那个火调监视人员等一下会前往做调查鉴定。那我们第一时间就先局限火势，然后避免隔壁两栋建筑物受到延烧。好，那在后面的部分，它有一些那个树木的部分啊，那也没有受到延烧。那我们完整把火势集中在47号这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排烟。好，那刚刚初步鉴定里面是没有人员受困的。现在快当古家太贼。稍微挖一下，那怕里面还有那个。